大家好，大家午安，今天是2014年2月23号星期天。哦，我要带来一首很特别的一首歌，是去年很红的一部国片电影《中破山》里面的一首也算是主题曲吧，叫做我带来一首叫做马念先生做的《三八阿花吹喇叭》。哦，我要来弹吹喇叭的歌，三八阿奇弹钢琴，来，哆嗦啦嗦啦嗦啦哆，哆嗦啦哆咪嗦，不管了，来，开始哦，嗯。吹喇叭的。